小薇，快过来看，本王给你带来了什么好东西。哇塞，这个西域献给皇阿玛的花瓶，真好看。这个，上次出征的时候迎来的香炉。 拿不到，我拿给你看。你看，我第一次被这么多皇室宝物包围着，我真是做梦都没想到。哇！其实所谓贵气，未必是三千珠履、翠羽明裆，绮丽华贵只是装点。 而清静柔和的本质，才是最值得尊重、传承的。谢谢你，十三爷。哎，你们现代人表达感激不是会有一个拥抱吗？哎，你这灯我也有一个，是吗？你看，我这盏灯是别人送的，就是你出现的那天晚上。 而且只要它突然亮起来，你就突然出来了。这么看来，这灯还不是个寻常珠，这灯坠竟然是红宝石所制，与宫中一般的不同。莫不是牵引我们俩缘分的瑰宝神灯？是不是还有好多东西没给我看呢？这是什么呀？ 这是皇阿玛的弓，上次狩猎，皇阿玛赏我的。康熙用过的弓。嗯。哇。想不想试试看？过来。闭上你的眼睛，用心感受，按照我给你的指令做。 十三爷，虽然你不真实，可我觉得遇见你，我特别幸运。你这是承认喜欢我了？说喜欢还太早呢，我就是觉得特别开心。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。你这是要过河拆桥啊？没有，我还有事想求呢，你快来。 十三爷，这些建筑都有些破落了，也看不出设计格局，你帮帮我吧。你这女人是不是有点得寸进尺，喧宾夺主啊？哎，这是我的家。十三爷，考虑一下。 绮丽华贵只是装点，这该如何古今传承？果然虚心求教。你看这条线，不在它的中轴线上。
所以这个缺少的部分呢，你就按照另一半的部分把它给补上了，试试看。